请掀开经本，桃花天王赞颂的第六段，一切众生慢高山。十里摧天修悟语，此事如来大悲用妙光传王所行道。这是妙光传天王的赞颂，在长行文里面，我们读到他所得的是示现大悲门，摧灭一切骄慢床邪头。那么他的赞颂就是他修学的报告。在前面我们曾经读到妙音聚天王，他的赞颂当中说出佛的慈悲是不可尽，这一首的赞颂我们要特别留意，说佛慈就是自信本具的大慈大悲，是我们每一个众生通通都有的。那么所可惜的就是我们迷失了自信，虽然有广大无碍无尽的慈悲，它不能现前。而在六道里面受种种的折磨灾难，被诸佛菩萨称为可怜悯者，真正可怜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觉悟？为什么不能够奋发自强？改正我们的毛病。所以我们得修学，要常常想到不辜负佛菩萨的教诲，恢复我们自己自信无尽的智慧无尽的德能。今天妙光传天王他所陈述的这一首赞颂，对我们来说是无比的重要。头一句说一切众生慢高山，一切众生哪一个没有骄慢，哪一个不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就是傲慢了。70年代，英国汤恩比博士
常常讲，能够解决下一个世纪社会问题，他说只有大乘佛法与中国孔孟之道。这是出自外国一个学者之口。他能够认知，他能够明了，不是容易事情。中国这一个民族是一个融合多元文化的种族，本身就有50多种族群融合在一起，我们称为中华民族。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接受圣贤的教诲，他的思想接近于自信，知道人民爱物，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看到有侵略别人的野心，有侵略别人的行为，没有啊。什么原因呢？圣贤教诲的力量。何况在汉朝时候，佛法流传到中国，佛法的教诲跟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完全相同啊。世出世间大圣人在这个地区广行教化，所以受到这样的成果。我们要明了，佛法是智慧的教学，决定不是宗教。我们要认识清楚，儒家的教学《礼记》是古时候念书人必读之书，必须要学习的课程。从什么时候开始学呢？小学7岁上学的时候就学礼。礼讲的是什么？《礼记》，诸位一展开，你们现在都拿到《礼记》精华。第一句就给我们说：“吾不敬，言若斯，安定此，安民哉。”这4句12个字，这12个字把礼教就说尽了。往后啊，都是这12个字的注解，这12个字的说明。那么这12个字就是大乘佛法里面生于意也，三业。无不尽是意业，在佛法里面这十善业道意业里头讲的无贪无嗔无痴，儒家讲的简单，无不尽。如果你有贪，你有嗔，你有痴，就不尽啊，这个尽就没有了。离开贪嗔痴，自信的尽德就现前了。
啊，所以他三个字说的简略，但是意思圆满。佛法讲的详细，在意义里面讲到不贪不嗔不痴，深夜里面讲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他这里讲的是也是三个字，言若是，言是端庄庄严的样子，就好像你在慎重考虑一个大问题那个样子，那么样的端庄，那么样的严肃。如果身要做杀盗淫，这个淫这一个字就没有了。安定词是语意，在十善里面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你得说的言辞就安定。安是柔和，定是肯定的。你说的话人家听了不会感觉的模棱两可。所以诸位想想这个三句，你看看人家外国的学者说只有孔孟之道跟大乘佛法能解决21世纪复杂的问题。儒跟佛合起来确实是一样啊。末后一句是效果，效果安民。用现在的话说，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就能达到啊。所以诸位看看这4句12个字，你就晓得怎样能够达到整个世界的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人民都能够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一定要教育，儒家的礼教，佛法智慧的教育，这才能办得到啊。我们学习这个课程，课程是学习了，必须把这些理论这些教诲要落实。从哪里落实？从我们心地上落实，从心上去改过，心改之后我们行为就改了。所以要发现自己的过失，这个过失里面，今天妙光传天王给我们提出一切众生慢高山，离记这个本字，借着前面这个四句就给我们说了四桩事情。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傲慢欲望志满乐极生悲呀。这个四桩事情啊都是大不敬。那我们能够反过来，能够远离我们自性里面沉浸这个德行呢，就圆满的现前了。对人对事对物真诚恭敬，
如果我们还有这四个字，傲慢、纵欲、智满、贪图五欲六尘的享乐，我们信德就没有了。礼教前面这四这个四句都做不到了，这个四句做不到，社会必然动乱，世界必定有凶灾，有大祸。所以我们今天修行不仅是修自己，念念要想到整个社会安全，要想到整个世界一切众生的吉凶祸福。大乘经教里面，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念自信变现出来的，唯心所现，是同一个缘起，是同一个生命共同体，在大乘经里面称之为化身离体。你要能够证得，你见到了，你体会到了，你能够整个融化在这个境界当中，就是宗门所讲的明心见性。这个见性呢，就是你真正体会到了，真正觉察到了其如这个境界，那你就超凡入圣，你就是佛菩萨，你就是真正觉悟的人。真正觉悟的人，自信智慧现前，自信的德能圆满，这些烦恼习气连根拔除，所以转烦恼为菩提，无量的烦恼习气都转变成智慧的能。你要转不过来呢，智慧的能呢变成了无量无边的烦恼，造成无量无边的灾害。凡胜在一念之间呢，第二句说舍利摧天卸物语。那我们今天发给诸位一个资料，这个资料里的是如来果地上的舍利，菩萨因地上的舍利，这十种力量，这是自信的能力，能够把这些烦恼摧灭。妙光传天王，这也是如来的化身，示现为天王身，这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他示现的是大悲门大慈悲，才能够摧灭一切骄慢，一切众生慢高山。这一句话是双关语，
我们一般人看一切众生，哦，看好好多好多人，大家都有这个傲慢，你只看到这一层意思，这个意思浅。深意、密意，这一切众生是自己。自己怎么叫一切众生呢？诸位要晓得，我们今天现这个相分，这个身份，这个身份是一切众生的。我们现在这种科学常识都有了，每一个细胞是一个众生的，每一个念头是一个众生的。我们这个身体许许多多细胞，许许多多念头形成这么一个身体，所以这一个身体就是一切众生，不是一个众生，是一切众生。而且这个众生呢，还刹那生灭，念念相续，所以这个身体就是今天讲的多元文化的共同体。这个意思就深了。我们了解这个意思，你才能度自己。舍利也是自性本具的。如来果地上这个舍利呢，是性德；菩萨舍利是修德，性修不二啊。没有修德，性德虽然有，不能现前。如来说法有善巧方便，先说果，然后再说因。为什么先说果后说因？先说果，说六道里面的果。你看，苦集灭道，苦是果啊。让你觉察到啊，让你了解这个果报就在现前了。你明白了，了解了，你才有利苦的这个念头，那佛才教给你如何利苦。那这苦从哪里来的？再跟你说这个因，出世间法也一样。先说灭，灭是大涅槃，如佛菩萨他的果报，我们听了之后非常羡慕，祈求，佛在跟你说这个果报的因缘，我们修因就能证果。世间这个苦报，我们能够消除它的业因，苦报就不会现前。所以我们来介绍这一句经文，也是先说因，先说果，后说因。那么这个表解是从这上面有什么智论，菩萨舍利是大论，大论跟智论是一部书，大论是大智度论，智论就是智度论，这从教程法术里面引用出来。先说佛果舍利，这十种力量把无量无边的烦恼都把它融化，
都把它转变成智慧了。摧天谢物语啊。天是消灭。如来实力第一个是事处非处之理。这个智是真实智慧。智慧起作用啊，产生一种能力。下面是简单的注解。知一切众生因缘果报。那我们要问，他为什么知道一切众生的因缘果报？有些大预言家了，能够知道这个世间的灾难呢，他就是知一切众生因缘果报。但是他所知的范围很有限，所知的是片面而不是全面。我们一般讲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看到这些现象啊，没有办法改变，好像一切都是注定的。这个是他的能力很有限的。他没有再进一步去研究，这个是注定的，怎么注定的，这他就没有了。如果再问一下，怎么注定的，谁注定的，什么原因注定的，你再一问的时候，那个底牌不就找出来了吗？你才能解决问题。他一到注定的后头就没有了，这个局面就很悲哀了，很可怜了。凡是有个理，所以佛家对于一切诸法的看法，追根究底，这是真实智慧，这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啊。到那一切就注定的，这不是科学的态度，违背科学的精神啊，违背了学习的态度啊。所以这种东西在西方好像人重视，在中国人不重视啊。这是小智慧啊，只知道片面的，不知道圆满。佛菩萨的智慧是圆满的，是究竟的，真正的如同一般宗教赞美上帝，赞美神，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赞叹的话了。其实我们晓得，天地很多不是一个人，佛告诉我们有欲界天，有色界天，欲界六层天，六种啊，色界有十八层天啊，再往上呢是无色界，无色界我们暂时不谈了，就是欲界、色界，这个天也很复杂。色界最高的摩悉首罗天王。统领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国家了。
我们自己就以为自己建立国家自立为王了。那就好比说新加坡是一个国家，你一个家庭里头有个五六个人各自为王，外面还不知道呢，你在家里各自为王，个人在家里打架啊，各自为政。我们今天犯的是这个过失啊，不知道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国土啊，是一家人呐、地球是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很小的一个部分。那么这是讲到色界天王，而实际上虚空法界像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不晓得有多少啊，无量无边呢，不是数目字能算得出来的，这叫一切众生啊。这一切众生一切刹土都是一念自性变现出来的、换句话说，真的是虚空法界无量无边度佛世界一切众生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你明白了，你肯定了，你契入这个境界了，真的认同了，你就证得法身，证得法身就超凡入圣了。你的思想，你的见解完全不一样啊！现在你的思想见解，佛知佛见啊！什么叫佛知佛见？真正觉悟的知见。佛是觉悟，从前是迷惑不知道啊，现在真的觉悟了，真的明白了真知道真明白了，就叫佛知佛见。你入佛知佛见，你就是成佛了，你就是菩萨了。你今天见解是菩萨的见解，思想是菩萨的思想，你的行为是菩萨的行为，真实智慧知道一切众生一因果报。你看这一句跟我们早晨讲的太上感应篇里面所说的祸福无门为人自招，这不是一个意思吗？所以祸福不是一定的，不是不能改变的他们的看法一切都是决定的，决定不能改变的，这是决定错误的观念。不合情理也不合法世尊告诉我，他老人家的法运12000年正法相法过去了，末法10000年才过1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呢，往后的日子有大好时光啊。这过去张家大师在我曾经问过他老人家了我说往后面多得很呐、这起起伏伏的有高潮的时候有低潮的时候，什么是高潮的时候呢？佛法兴旺的时候众生有福佛法兴旺就众生喜欢接受佛法，喜欢修学佛法，诸佛菩萨就实现了。
教化众生。如果众生不喜欢正法，喜欢妖魔鬼怪，这个时候灾难就来了，这个世运就低落了，可见的这个世道兴衰，吉凶祸福啊，在乎一切众生的好药。喜欢正法的时候，吉福就现前。不相信正法，喜欢邪法的时候，凶祸就现前。我们懂得这个原理，知道事实真相，我们要给众生做增上缘，给众生做好缘。我们自己认真努力修学，别意共业当中有别意，我们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帮助一切众生理解，这个就是化他，为一切众生做好的增上缘。这个下面还有个小注，各位看，如做善业能得乐报，名为施主。善因一定有善果，这个叫事啊。若以恶业希望得乐报，则命非处，非处就没有这个道理啊。你造作恶业，希望得吉得福报，没这个道理。真正觉悟人呢，就知道是处非处。是处就是善因善果，恶因恶报，这是是处。说你种善因会得恶报，造恶业会得福报，没这个道理。舍利里头头一句，这个就是《太上感应篇》开宗明义，祸福无门，为人自找。你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要深信不疑，自求多福，对自己心地要清净平等，对别人要慈悲照顾，要能够舍己为人，必定得吉利，必定得福报。福是从这里来的，决定不是自私自利，决定不是功高我慢，你能够得福，没这个道理。所以食物一定要断。儒家说傲不可长，因为儒家教化众生的目标是在三善道，没有出六道轮回，所以这个傲啊、欲啊、智啊、乐啊，都没有叫你断，只是叫你戒制，叫你控制住。但是佛法呢，教学的目标是超凡入圣。是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烦恼一定要断了，控制住不行，一定要断，
这个是佛比儒啊更进了一步。儒家叫你控制啊，戒止；佛法叫我们断欲、断烦恼啊，果报不一样啊。儒家这个善果是人天福报，佛法的善果是成佛做主。是做佛做菩萨。但是佛菩萨是大福报啊。大福报一定圆满包含的人天的福报。人天福报不能包括佛菩萨的福报。所以人天福报是诸佛菩萨大福报的根基。世尊在观经净业三福跟我们写得很清楚。你看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儒家讲的，人天福报根本的业因就在这四句啊，所以我们把它互相的合起来参考，这个意思你逐渐就明白了，你就晓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应该怎么做法。自己就明白了，第二条啊，业之力啊，下面注解是：治一切众生，三世所有诸业。我们从这一句里面就能够体会到，如来的智慧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所以能够知道在一切不同时空里面的众生，现在科学家讲啊，不同维次里面的众生啊，我们这个世间凡夫生活在三维空间呢，也叫三度空间呢，有四度空间、五度空间，乃至于无限度的空间。科学家认为理论上如是，事实上呢没有得到证明。现在事实证明有十亿度空间存在。我们看黄念祖居士在他那个大经节后面有一篇文章。讲到现在的科学啊，但是在佛法里头肯定空间维次是无限的啊。为什么佛法如此的肯定呢？因为佛的智慧是圆满。你看世间人讲理论上可能，但是事实上啊还没有观察到。这个也就是他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他不晓得这个时空维次从哪里来的。佛知道。
时空维次从什么地方来的？从妄想分别执着来的。那么你们注意想想，世间这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啊，所以这个维次就无量无边。你了解这事实真相啊，你才有办法突破。科学家现在研究用什么方法能够突破时空，能够回到过去，能够进入将来。这确实是可能嘛。他们要用科学的方法，要用科学技术啊，让时光倒流啊，看到过去，也能够这个加速度啊，能看到未来。他们在动脑筋用这个方法啊，这个就是不知道时空维次的来由。佛知道哦，这个东西是从妄想分别执着而来的。那么换句话说，你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问题不就解决了？佛性清净，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所以无量无边的时空他都突破了。所以他知一切众生三世所有诸业啊，知三世突破时间啊，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众生，从无量界到现今，生生世世所作所为，他看得清清楚楚啊，他看你就像看你的档案一样啊，真的是有档案。档案是什么呢？阿赖耶识。你起一个最微细的念头，阿赖耶识里头已经有档案在了啊，你自己还不晓得，人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佛度众生呢，能够契机就这个道理。他了解你，啊，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接受，什么时候你还不能接受。在完全排斥不能接受，佛菩萨不来度你，啊，暂时不跟你往来。免得你造罪业啊，你稍稍能够接受，还能听个一句两句，佛菩萨都不舍弃为你做增上缘，慈悲到了极处啊！真正是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啊，所以你真正想学，不怕遇不到善知识啊，就怕的是自己不好学，好学决定遇善知识啊，遇到善知识，还要自己真正好学，你这一生就有成就，就有结果了啊，这个结果决定超越十法界。我们今天特别提倡净土法门，什么原因呢？这个法门容易啊，法门虽然是平等，可是众生根性不平等，业系烦恼不平等啊，因此修学就有难易的差别啊，在一切法门里头，最容易成就的无过于念佛往生这个法门，所以这个法门被一切诸佛如来赞叹，一切菩萨弘扬，它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个法门的殊胜能令悟成其如报土。五成人天声闻缘觉菩萨，这个五大类也。五大类里头的人臣其实是包括了三恶道。地狱众生呢也在其中啊。其入报土，其就是平等。通通都如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 是什么境界？化身大士啊。诸位也晓得，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相当我们这地方六道三界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相当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十报庄严土呢，超越十法界了，一真法界啊。西方没有讲三界，没有讲六道，没有讲十法界，那意思有啊。啊，你看五尘齐入报土，这还得了啊？啊，这个是一切诸佛刹土里没有的。主就看大藏经，哪个经上有这种说法？唯独西方阿弥陀佛这个世界很特别。那么凡圣同居土这是最低的，什么条件才能去呢？要伏烦恼啊，没有叫你断，断就难了。其他诸佛刹土要想往生，要断烦恼，你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不要断，伏烦恼就行。这一点要记住啊。然后具足信愿行，就决定得生。如果你有信愿行，你的烦恼伏不住，你还是不能往生。这个就是李炳南老居士常讲的啊，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一万个念佛人真正往生也不过就一个两个啊，一万个念佛人，这一万人都具足信愿行，为什么不能往生？烦恼没有伏住。待业往生是待旧的烦恼，不能待新的烦恼。这个要懂得，如果新的烦恼都能够带，那我们不通通都往生了啊？新的烦恼不能带，就是现行不能带啊，只能带过去的那些烦恼习气啊，这个东西你控制住，现在不起作用啊。所以有贪嗔痴慢，贪嗔痴慢被你念佛的功夫压住扶住啊，确实有贪嗔痴慢，但是贪嗔痴慢确实不起作用啊，所以这个东西还起作用，还常常在生活当中就发作，你要晓得念佛都不能忘生啊。这个就是古人讲的，讲得好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所以弥陀经上告诉我们，念佛的那个标准，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标准呢啊，要达到这样的功夫
才能往生啊。由此可知，我们念佛求的是什么？求的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这个功夫有浅深不同。功夫深的叫理一心不乱，那是十宝庄严土。四一心不乱是方便有余土。功夫成片，这是最轻的，能够把烦恼控制住，就叫功夫成片，生凡圣同居土。这些道理，这些事实，佛知道啊。这种能力叫业智力。诸位要晓得，前面这个十条是从事上说的，你看都是通通属于真实智慧。那么这个智就是我们讲的根本智。说是处非处，业定根约，那就是全智。全智叫厚德智啊。你有根本智，这个根本智起作用，就是前面讲的这些差别。这是说十种啊，十代表无尽。无量无边这个智慧，这无量无边是从厚德智上说的，从全智上讲的。第三，定智力，修定，定能开慧，知一切住禅三昧。禅种类太多了，在佛法里，无论是大乘小乘，无论是宗门教下，无论是显教密教，诸位要知道，都是修禅啊，绝对不是说禅宗修禅啊，其他宗派都不是禅了，那你就全都错了了。佛法修学用这个禅字就全部都包括。那么换一句话说，八万四千法门是八万四千种方法，八万四千种门道，修的是什么？全是禅。我们用念佛的方法来修禅。念佛方法里面有很多，我们用持名念佛方法来修禅。我们如果是修成功了，得到了受用了，禅的受用了，叫念佛三昧。三昧是受用啊。你修学这个法门呢，你得到的受用啊，受用叫三昧。三昧是印度话。那么禅的定义是什么呢？禅经里面讲的好。禅经里面讲禅定，这两个字的解释，外不着相叫做禅，内不动心叫做定。其实能大师这个解释是从金刚经上来的。金刚经上有两句话，不取于相，如如不动。
不取于相就是禅，如如不动就是定。所以他讲的更白一点，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外不着相就是不取于相，内不动心就是如如不动。这个解释的好啊。世间的禅定辐射了八种，叫四禅八定。这教下经论里面说的很多，说的很详细，理论方法修学的受用都给我们介绍出来了。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懂得事实真相，然后就晓得自己怎么修法。我们今天采取的是持名念佛这个方式，这种方法。用一句名号啊，把我们着相的那个念头打掉。这个着相啊，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你会被外面境界所转。说所转还不好懂，你会被外面境界诱惑。这个大家好懂，被外境诱惑，禅就没有了。这一诱惑，你的心就动了，动了什么心呢？贪嗔痴慢。你会动这个心呢？你禅跟定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心才一动，外面境界来诱惑，你心才一动，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打掉了。让你这个心恢复平静，这叫做念佛，这叫会念佛，绝对不是说我口里念的阿弥陀佛啊，念珠一颗一颗掐的都没断，外面诱惑还是会被诱惑，贪嗔痴慢习气还是照起来，那有什么用处呢？那就是古人讲的心念弥陀。这个口念弥陀心散乱了，那个没用处。李炳老从前说，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还是随业流转，还是搞六道轮回，还是要堕三恶道。念佛怎么个念法知道了，心里的财一动啊，赶紧把弥陀名号提起来，把它压住，叫石头压草。我们在境界里面呢，能维持着不被境界诱惑，自己心里面能做得了主宰，这个主宰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依靠它了。要想真正能成就，我们是凡夫，凡夫说老实话，不能不受外面境界影响，这才要选择修学环境啊！诸位也许能够，也许听说过
孟母三迁呢？啊，孟子的母亲选择居住的环境，搬三次家。啊，为什么呢？小朋友受外面环境影响，啊，必须要选择好的邻居。啊，好的生活环境使他从小养成一个好习惯，这真正是爱护子女啊！我们修道也是如此。为什么从前祖师大德们遵循佛陀的教诲啊，要选阿难若处？啊，阿难若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清净的环境。啊，它的本意，阿翻作无，难若翻作闹，热闹的地方，不是热闹的地方。啊，不是热闹，就是很清净的地方。啊，而修行，佛教导我们一个最高的原则，少欲知足。啊，使我们的生活环境愈简单愈好，愈清净愈好。所以真正修行人一切放下了。啊，不受啊环境的污染啊，不受环境的骚扰啊，要有个好的气氛，好的磁场。那么我们学教的人，尤其是智慧没有开，我们不能离开经本。啊，像从前方东美先生常说的，啊，读书人、教书的人，不能没有书啊。所以收集的书啊就很多了。到他家里去，哪个房间里都摆都是书架。那这个读书人嘛，如果我们不是学教，不是走弘法利生这个路子，就不需要这么多经典了。那真正修净土的是一本弥陀经就够了。啊，我们看看真正念佛人，啊，他一个小佛堂，啊，供养的西方三圣，甚至于有些人供养只供养阿弥陀佛一尊呢。啊，供具只是一个油灯、一杯清水、一个香炉。其他的都没有啊！啊，你在他佛案上只有一部《阿弥陀经》，你看那个生活多简单，多单纯，什么都没有。啊，他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外面境界确实不能再影响他了，他心是定的，这个叫得念佛三昧。可是学教的人必须有智慧。啊，团体的生活最好。啊，团体有个小道场。啊，就是我们修学的环境。啊，道场里面收集世出世间的典籍供建立做参考。啊，就像图书馆一样。啊，这个好。过人没有，什么都没有，心才清净。啊，诸位要知道，清净心生智慧，智慧心呢，接触一切典籍，自然就能讲解，就开解了。啊，所以对于经教的理解，最重要还是清净心、慈悲心。你有清净心能理解，没有慈悲心不愿意跟人说，那也是枉然。
所以要有慈悲心，欢喜为一切众生讲解，把佛法介绍给广大的众生。我们心不清净，参考许多典籍，收集许多资料，这种讲解的方法不能帮助人开智慧。现在讲摄受的力量很小，你自己用的时间很多，很勤奋在收集，在整理，在做好这些资料，别人听了之后啊，离开道场就忘记了，没有摄受的力量啊。你从心清净心，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有摄受的力量，人家听了之后啊，多少天还忘记不住，还忘记不了，这就是摄受的力量。摄受力量只有真诚，真诚的爱心，为他不是为自己，才能够感动人，才能够造成摄受的力量。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学习，修什么？修清净心。第一个，离开一切污染。古人常讲，要真正做到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这个就是知足常乐。我们身心才能得到安稳，身心安稳了，道业就隆了。身心不安是修道的大障碍。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你得不到结果，结果就是禅，就是三昧。你与禅不相应，你得不到三昧的受用。所以你的法喜不能现起，你持续的力量很短促。如果你真的得三昧，三昧是欢喜，法喜充满了，你就有很长那个持续力量，你不会间断了，你用功会锲而不舍。我们看世间人，无论是在佛法，在世法修学，他断断续续，他不是锲而不舍，不是把全部的时间全部的精力投注在那里，他成功有限。世法佛法都一样，我们在世法里面，我看到方东美先生每一天读书啊，没有一天间断过的，读书是他的生活，是他的快乐。就跟吃饭，就跟喝水一样啊。所以他在学术上有成就，我们学佛也是如此，我们对于经教锲而不舍，就跟穿衣吃饭一样。
不但是一天不能离开，一餐都不能离开。我们每天要吃三顿饭，还有两道点心。我们每天展开接经本有没有五次？在这现在一般讲五堂课你每天吃五顿嘛，那你课也得上五堂啊。吃可以吃五顿，这一堂课的时候都已经觉得太多了，你怎么会有成就？如果你一天呢吃五顿饭的时候上十堂课，那你决定会有成就。你在这个里面得智慧，你在这个里面得三昧，得法喜充满。我们今天很想这么做法，很想得到，而没有办法得到，什么原因？自己去想啊，要把这个因原因想出来，把这个原因消除，你的障碍不就没有了吗？你找不到原因，不肯去找原因，消除不了这些障碍，你怎么可能有成就？我们看这十种力，这十种力通通都有连带关系，每一条里面都具足其余的九条。这个是大经里面常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说有这么多，其实一念具足。第四种是根之力。根是根性。支柱众生，柱根上下。这个上下是佛法里头的一个六说，上根、中根、下根，这是我们在经论上常常看到的。其实，一切众生的根性非常复杂了。大别为上中下。这上中下怎么说呢？下根人能深信因果，能断恶修善，这下根人。中根人呢，能破迷开悟。上根人呢，能转凡成圣。这上中下是这么分法的，也就是下根人是六道众生，中根人是四圣法界，上根人是一真法界。这个就是华严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那是上根人。声闻缘觉，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这天台家讲的藏教佛、通教佛都是中根人。下根不出六道。所以佛法的这个教学也是这三种。这诸位都在经论上看到的。佛法教学三个目标啊。第一个转恶为善，下根人。第二个转迷成悟，中根人。第三个转凡成圣，上根人。这是这么分法的。每一类里头差别太多太多了。佛都知道，
所以佛有善巧方便，佛讲经呢，契机啊，契机确立。如果我们不了解众生的根性，对下根人说上根法，说上乘法，他不能接受啊。对上根人说下乘法，他听了没味道，太浅了。所以说法一定要契机。但是诸位要知道，机在众生边，不在法边，法没有。所以法可以深说，可以浅说。对上根人深说，对下根人浅说。可以长说，可以短说。对有耐心的人可以长说，对没有耐心的人短说。前身长短无疑不自在啊。就法没有上中下，众生根性有上中下。现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灾变凶祸已经非常明显的展现在我们面前，所以许多下根人呢也感到恐惧了，也想回头了。这个机缘好啊，没有这些大苦大难，他不会回头啊。现在这个灾难马上就要到，眼看在眼前了，迹象都看到了，这个时候恐怖恐惧了，想回头。只要想回头都好，佛菩萨不舍弃他，佛菩萨还是全心全力去帮助他。哪些是佛菩萨呢？先知先觉的就是佛菩萨。后知后觉的也是菩萨了。我们这些人呢，算是后知后觉。也非常难能可贵。既然觉悟，既然知道了，自己就认真努力修学，给那些想回头的人做一个好样子，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回头，就能够化解劫难。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普度众生啊。我们也要学智慧，对于一切众生的根性要很清楚很明白。世出世间这些经论，我们要知道怎样为他们介绍。让他们接触到之后能生欢喜心。这个非常重要。能理解，能相信，能奉行，我们介绍的目的就达到了。多有一个人信受奉行，化解劫难就多一份力量。化解劫难决定不是十恶业能够办得到的，十恶业只有加深灾难，只有让
灾祸提早现前，决定不是解决的办法，解决的办法一定要修五戒十善，要修诸禅三昧。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介绍到此地。